次寻找地分为印度庙和华人寺庙。这间就在马路中间，可以跟着地图过来。泽渡金鳌天神佛牌，有兴趣可以私聊哦。在为大宝森劫做准备。这两只到时逮捕线的时候会去游行啊。准备去下一间。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的神像，地址也找好给你们了。
下来是去到 Samling 的寺庙。这间是在小镇上的。来到新闻英玄灵宫九皇大帝。